我们给它一眼是这样，对不对？是他们最珍贵的宝贝。生态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一个抽象，也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东西啊。但是有一个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的是恶风菌，这个我们留到下次好不好？下次是导览解说的重点，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而已，也不长。好，然后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哎，原来生态导览解说是用这样的方法，不用看书，也不用看 PowerPoint， 就看影片。好，这样子，我觉得个人，小武老师觉得我喜欢这样的方式吧。好，我上课。还有一点就是不喜欢讲太无聊的东西哈，啊，这个就是这个古六哲呢，这是古六哲吗？不是吧，啊，这是在 YouTube 里面看的，这个就是最近的，啊，这应该是最近的了，现在的。假如今天我们下雨不出去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上哈。但是我们就待会要去走一下。那我会把金水哈，就是这一段来义国小这一段先跟大家讲，然后比较远的，我们走到这个前面这里大概要几分钟？十分钟要不要？差不多哈。拍这个的，讲实在话，应该不是外地人。外地人可不可以开这个门？可不可以？而且也不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老师一定会有讲话的嘛，这有可能是你们当地人拍的。谁？啊？知道是谁吗？我有感觉了。好，我们大概看一下，我们待会不用看这个，因为我们要去实地看。哦，还有摩托车的声音，你看，这个应该是在一点多，你看。原汁原味，果然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ゲストコーナーの後半も引き続き、日本離島人物会事務局長で台湾研究フォーラム顧問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湯原正孝先生に一緒にお話し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他很喜欢恶风菌，所以我们在电视台都有听过，日本で富士相机啊，大変にぎやかになった。そうだね。要来一个叫做什么？哎，张小虎认不认识？在哪里？在这里。张小虎认不认识？在哪里？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 A 这一本书嘛，去买也好啦，一本应该没有多少钱呐。こういう本まで作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台湾做的台式水的铅饭，我也有写在字里面，但是是一篇 A 字的而已。水の絆。先ほど水の奇跡を読んだ男、平尾さんの本がありましたけども、これは水の絆を描いている平野さんが執筆した。やはり鳥居の上の標的。例えば先ほど这一本书要不要去想办法 A 一下？重责大人交给古六，看看到底放在哪里，好不好？这里有写了，答案在后面。我们看一下，我有写页数有没有？最后一页十一页。在屏东县政府文化处了，有没有？这里也有啊。赶快给我拿出来，拿来看一下好不好？真的，你知不知道在这边上班？我们放在楼上。那种东西不要锁起来，那本东西可以用夜月的方式，我相信大家不会 A 这一笔本书了吧。例えばこの川にですね、もう全く換気になると水が流れない。しかしながら伏流って写
社長のご飯、だから今でもその結構だから鳥居すごい写真がいっぱい入って、そしてどのぐらいの面積があった、ここは台湾国とか中国とか、それが意外と比較大的時候拍的ところでして、その方々は日本版的ですけれども、日本版和中文版的。ああ、なるほど。自分たちでみんな弾いていいと。なるほど。まあ、ジャパンデビューではその、デート、力のなくなった方々、日本人であろうと台湾人であろうとお祭りしている避難、供養、はい、そういうことも含む貢献をしたと、はい、実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ね。なるほど、まあ、こういうふうに多くの方が関わって、そういう共存まで作る。台風刚好巴巴莫拉克刚发生的时候，这是哪里？那个路，这是路旁边啊。哦，在这附近，对不对？整个满出来的。二峰郡的水太多啦，有没有？满出来啦，满到不得了了。那边就超市有，下面有。